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nie。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今天啊，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个人啊，是对这个牛排算是情有独钟啊。可能随便去个超市啊，你都可以买得到牛排。哎，在家里牛锅子啪丢上去就可以开始煎了嘛。但是同时呢，牛排啊，它又是一个最难做的料理之一，因为你要把牛排做得好吃很不容易嘛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大家要花大钱去顶级的牛排馆吃牛排呢？那其中必有其奥秘所在。那我今天啊，就要带大家来到我最喜欢的顶级牛排馆，在台北哦。就是金华酒店的 Robins 牛排屋，带大家去吃看啊，他们这里的牛排是有多美味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有订阅的记得帮我点个订阅啊，顺便按个喜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走，我们进去里面看看，它是以这个炭烤牛排闻名的。Robins 牛排屋的名称有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故事哦。50年前，国际知名的希尔顿酒店啊，首次来到台北。那酒店内的牛排馆可以说是全台西餐牛排之首啊。而当时有一位基层的员工，名为刘文秀，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Robin， 从饭店的服务生一路这样做到餐厅长，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哦。后来金华酒店开幕，董事长就延揽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到集团的旗下。那之后，为了感念他长久以来的贡献，就把牛排馆改为刘文秀的英文名字 Robin's Grill。老板呢，把餐厅用员工的名字命名啊，也在当时的市场传为佳话。现今我们进去看到菜单，第一页就会写着 Robin's Guest and Robin's Friend， 就是罗宾的客人和 Robin 的朋友。牛排屋至今是屹立不摇30余年啊！各位啊，欢迎来到我的包厢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哎，面包已经上来了，来刻一下面包。哇，这面包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样子哦！竟然连奶油上面都有刻字，太厉害了。我们的这个是比较松软一点的全麦面包、嗯，然后跟这个就是像我们的法国面包，只是我们是做成比较小块，所以是一个外酥内软的口感。好，请慢用，好，谢谢啊、哦！我这面包看起来超级香，沾一点这个奶油。哎，不得不讲一下，它这个奶油哈、哦。因为这奶油它是要冷藏嘛，但是它在客人要使用之前哦，他就先把它拿出来稍微退冰一下，退冰的时间刚刚好，让你啊一刀挖下去，直接就可以这样，哎，你看化得干干净净，而且磨起来啊，你看这样子，这很用心啊，这是用心在细节上面啊，它不会让你这个奶油很难磨，这些都帮你想到，试试看，嗯，再试试看这个，太厉害了。哦，天哪！哇，这面包超级好吃哎，嗯，非常好，真的不愧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牛排馆啊！牛排还没上来，这面包就已经这么好吃了，嗯。那金华牛排馆特色的自助吧，看看这些色彩缤纷的新鲜生菜，大多数都是台湾本土小农栽种的高品质蔬果哦。尤其我是很推荐这个小番茄，是一个很清爽的微甜。当然还有现刨的乳酪啊，这个很有趣的微型小菜谱，还有自助餐的海鲜冷盘。哎，这个厉害哦！刚才我看他们有一款是金华独家的香槟啊。我就想说，不然开瓶介绍给大家。哎，结果不得了，竟然是一款独创的茶香槟，最出名的就是这一款东方美人香槟乌龙。这也是我们的东方美人气泡茶。那我们这一个概念的话，我们是要仿那个我们香槟的感觉。这一款是用新竹北埔的白毫乌龙，以冷泡的方式再注入气泡而制成的哦。它有荣获啊2023年 AA Test Award 3星殊荣的肯定。它就是没有酒精，那种茶的香味吧，然后还有这个香槟的感觉，喝一个看看，色感觉相当不错。
哇，这个你一下去吼，你不会以为它是茶哦。第一口入口感觉你会以为它是香槟，茶香是包裹在香槟 的尾端后面，然后你才会慢慢散发出它那个东方美人之乌龙茶香，相当好喝哎，难怪得三星啊。嗯，非常好喝啊，而且这个没有酒精啊，如果有开车的话，哎，来这里可以点一杯这个，谢谢，我来喝一下这碗，哎，很厉害的龙虾汤啊，试试看。哇，没话讲，哎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不是在夸张，真的很好喝啊，那个龙虾肉哎，你看看，热腾腾的这样一杯，当然你也可以用汤匙啊，不过我跟大家讲啊，它这附上有个杯子的把手，它就是要让你带你整个这样就口喝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用汤匙哦，你嘴巴接触到那个口感会不一样，当然它是比较优雅嘛，不过既然它是给你上这个茶杯。有个把手的用意，自然而然就是让你像拿个咖啡杯这样子喝。我相信它是这个用意啊，因为让你的口腔更能感受到整个龙虾的这个香味哦。嗯，各位不得了，这里有一个相当厉害的东西，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它那里哈、哦，它竟然这有八种不同的盐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有八种这个台湾各种不同产区的盐啊，然后它那个颜色哈、哦。跟我们一般看到那个白色的精盐很不一样哦。这里他就是把这个竹盐撒在甜点上，而等等的牛排呢也会来搭配给大家看。哎，他现在帮我上刀子啦，看一下这个刀子。刀子啊，这是牛角做的。对，黑牛角做的。那这个是在法国西南部叫一个小城，他们就是做手工刀的。一开始是做拆，他们是做拆信刀来制证。像法国如果成年礼的时候都要送一把就是拆信刀特别刀。然后后来呢，里面出来它就是做成一个新的工艺，它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手工牛排刀，它就是一个牛头叫 Lagio， 在法国。那这是我们已经用这个因为历史关系，我们成立三十年来都是用这个 Lagio 的这个牌子的刀。所以它这个把柄是以这个把柄的材质来去命名。然后你看它有蜜蜂的标志，代表他们辛勤工作，这个小镇都很辛勤工作，像蜜蜂一样辛勤工作，就他们有个蜜蜂的标章，是拿破仑给他们的一个标章。哦，拿破仑给他们的标章啊，因为小一把刀。这么多细节藏在里面，太厉害了！给他们一个家徽，叫做就是这个蜜蜂，蜜蜂，给他们的家徽，太厉害！等等，就用这把刀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餐——炭烤顶级乐眼豪华海陆。那超级香，来，赶快刻，赶快刻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吃它的牛排，这个是热眼哦。其实啊，看着色泽就知道，听听看这个声音，看这个表皮很酥脆啊，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它表皮一定要起这个美纳反应，酥脆的外皮，我们来看看里面，各位，完美的五分熟啊，先吃个原味，然后他刚刚说会再帮我。有他们四种很特殊的盐哦，看，哇，天啊，嗯，哇，太好吃了！你看这个有热盐，最重要的它这个油花烹调很好啊，五分熟，嗯，好软哦，嗯，哇。这种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正统西式牛排啊。我刚刚这个为了照顾台湾的好盐的盐农，所以我们特别选了台湾好盐。总共我们这次又选了八个地区不同产区的盐吧、啊。在这里，我要先为我的有眼不是泰山啊道个歉。我眼前这位孙协理，在我整个餐期观察下来，他对所有顾客的细腻服务，整个餐厅节奏的掌控。还有临机应变的反应啊，是我遇过最优秀的人才之一。我们赶快听听看我们台湾的盐巴有多精彩吧。很特别，这个是来自于屏东垦丁那边的，这个叫海老盐。海老盐就是所谓的马尾藻、啊，虽然它吃起来有点像焦糖香气，然后尾端会有很多那种回甘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叫做竹盐，这个在彰化鹿港的这个竹盐，它特别叫竹盐的意思，它用它把盐包在竹筒里面，然后再去烤它。
所以竹模里面的矿物质都会进到这个里面去，它吃起来有特别的淡淡的温泉香气。那这个最后是很特别，这个是我们的普悠玛非男主，它叫罗氏护肤木。它本身呢，它这是一个树，它这不是盐，它这是树上部落里面的树里面的长来的果实，它吃起来有咸味，所以他们当然拿那个那当盐用。那他们吃起来有点山楂的那种香气，跟那种回甘的感觉，所以搭配牛排就这样的油脂丰富之后，它非常的可口。好，好，这个是鹿港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是我们的非男主这个罗氏护肤木，它是植物上面的果实。好，这个是我最有兴趣的，竟然它盐竟然是来自植物，哎，植物天生就带有咸味，试一试看看，就这个红色的，看一下是什么味道。哎，它这个盐真的是里面带了一点那个果酸，哎，就它不是只是那个咸味哦，它还带了一点微酸，其实配这种有脂肪的牛肉啊。它相当解腻，有点山楂的风味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烤三次的这个黑色彰化鹿港的盐，试试看。那风味跟刚刚的盐完全不一样。哇，这个四个牛排还这么多不同的盐可以配，太厉害了。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刻这个龙虾了。好喝，我推荐大家，你剥肉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头有这个虾膏嘛，哎，切一块肉再挖一点这个虾膏吃，风味绝佳。来，就一片虾肉，然后再加一点这个，哎，虾膏放在上面一起吃，满分啊，没话说。嗨。帮你上这个是狮子音球。好，对，那稍后的话可以擦手的，擦手部，对，对，小心不要喝的。那我们里面是有放就是薄荷跟柠檬，哦，谢谢，谢谢你哦。你看，连服务员都相当亲切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好吃。各位观众啊，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为了来介绍这个我心目中最喜欢的牛排馆啊。不惜重资包下这个包厢，哎，看一下，开香槟啊，啤酒啦，全部都来了，就是为了要介绍给大家。看到这个地方，那个订阅再不点下去，那你还是人吗？对不对？让我这个更有动力来拍更多、更精彩，去更多、更好的地方给大家看哦，好不好？真的要靠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好，我要继续刻了，当然也不能顾我自己一个人吃啊。我特别申请去取得了近距离的烹调画面给大家。原来顶级的原物料加上师傅老经验的判断，以及炭火啊烤出这个最后的收尾，就是他们好吃的秘诀。哎，厉害！看现在这个现场炭烤的牛排，哎，这木炭不是那种什么瓦斯炭，真的木炭。好了，接下来带大家去看重头戏，就是甜点啊。哎，好了，来到今天的压轴好戏，就是那个甜点区。你看刚那个一盘哦，整个塔像塔状一样的那个甜点柜，太丰盛了，我就什么都来一点。这里拍起来画面都很漂亮，不要说吃了，光看就觉得很好看。这个是玉兔子什么塔吧，好像他那个大厅不是有个什么节日嘛，复活啊，对啦，复活节啦，复活节要兔子和那个彩蛋嘛，所以说他做这样圆滚滚的，然后这有马卡龙，这一定要吃的。哎，他这个还有个红萝卜，看起来很漂亮哦。玉兔塔直接刻，不用再顾虑形象了，直接刻。天啊，这甜点的等级，我真的想去外面最精致、最高档的咖啡店好了，他做出来的甜点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他已经到顶了，没办法再跟上去了。最爱啊，就是泡芙啦，应该是泡芙吧。刚太赶了，来不及看他叫什么名字。哎，这好吃哎，哎，他们还吃到一点那种莓果酱的那个脆粒在里面哦，哎，相当好吃。啊，还有个红萝卜，应该是巧克力做的吧？试试看。
白巧克力做的。我们再试一下马卡龙，哇，这里连马卡龙都有，有一间马卡龙的名店嘛，叫什么 TWG1837， 在那个101的五楼吧，一间金碧辉煌的店。哇靠，马卡龙涨价啊！哎，这马卡龙怎么会输它呢？对不对？哇，天啊，超好吃！哇妈呀，你看这马卡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层次。它外面这外壳哦，一定要很酥脆，但是外壳的中间呢，你就不能再那么酥了，要不然你会整个好像在咬饼干那种感觉。所以中间那一层就要有点湿润。那再来它那个内馅哦，那个杏仁的内馅哦，就是它的重点嘛。你的调味就是主要是在那个内馅，它内馅就是要这样子绵绵甜甜的，但是不能很腻口。三个层次叠加起来，完美的马卡龙。好了，甜点吃到一半，怎么能少了这杯冰拿铁呢？他冰拿铁上来了，好，继续刻。这个应该是柠檬塔吧？哎，上面还撒一点金箔，哎，一样。我靠！好，重新录一下，来刻一下这个，这灯光可以，好，这样比较好。这个应该是柠檬塔吧？直接用手刻啊。啊，对，这是柠檬塔，然后它就做很精致啊。因为一般柠檬塔就是塔皮加柠檬酱，它上面还做了一层这个有个外壳的，然后里面才是柠檬酱，然后下面有一些带有果粒的这个百香果酱在这个底下哦。看一下这个塔，哇，这塔小小一个塔，这个塔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对不对？那好吃。如果大家要来这里吃晚餐啊，我是建议你中午就吃一根香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留一些胃的空间来这个地方，太多好吃的，吃不完啊！巧克力塔，看一下上面还有金箔，太厉害了！哦，天啊，超好吃！难可以啊，看完下来，它这个甜点哦，做到五层哎，这是甜点最重要的层次哦，我每一集都会讲的、啊。它对上面有一层这个巧克力薄脆片。那中间是上面这层慕斯和中间这层慕斯竟然还不一样哦，它的那个口感的厚实度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再搭上这个塔皮，最下面这层是比较浓的啦，超好吃。哇、哦，太好吃了，这个叫那个什么那个可丽露，对，哎，这可丽露好吃哎，外面好脆哦，然后。点心王太厉害，好好吃，完美的一餐啊！好了，吃饱喝足，在他们的大堂吧喝一杯酒。哎，总结来说啊，今天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哦。那今天啊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最后就用这杯酒呢，哎，祝各位事事顺心啊！那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我会再带大家去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玩。那今天精彩的洛宾斯牛排就先到这边啦，拜拜拜拜，我要继续喝酒啦，在他们的这个大堂吧，拜拜啦。哎，这支酒相当不错、啊，这酒是那个巧克力莱姆酒。听说是巴拿马的，还真好喝。这个晚上这个大堂吧，是我最喜欢饭店的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住在楼上，哎，下来大堂吧，就喝个酒，和朋友聊聊天。这个人生啊，就是这样子。